Shut up.
Thank you.
Yeah.
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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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主佢真系愿意佢嘅教会真系进入完全嘅丰盛嘅荣耀当中。最愿意嘅我哋同心合意嚟去祷告嘅时候，主就要释放佢自己嘅能力喺我哋当中。喺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佢咁讲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我首先我哋真系为着圣灵咧，要更大释放呢一个嘅智慧启示俾佢嘅教会，使到咧教会真系认识佢，我哋唔再系流于表面，唔再系咧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好微小嘅地方去认识，而我哋真知道佢啊！呢度系一个真正嘅认识，系一个完全嘅认识，系一个被关注嘅认识啊！好唔好咧？我哋真系一齐嚟到同心，我哋去祷告啊！我哋开声。求主赐下呢个智慧启示嘅灵啊，释放喺教会嘅里面。
心中的眼睛，主我们呼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你教会心中的眼睛，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知道在你里面那个呼召那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慈爱。主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你呼召，都是被你拣选，让我们看见那个呼召是有何等的慈爱。你在圣徒当中要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要你就是要在教会，在我你所称为圣徒，在你的子民的身上，你要
至能够见到呢个指望，因为你话你嘅恩召系有何等大嘅指望。系啊，主你要喺我哋当中所得嘅基业系何等大嘅荣耀。主啊，多谢你，主要呼求你，求你让我哋真系看见你向我哋呢啲所信嘅人所显嘅能力系何等嘅浩大。主你要让你嘅教会真系认识你嘅能力，更加认识你藉住我哋要彰显嘅能力系何等嘅浩大。主啊，你要俾我哋知道我哋嘅祷告系大有能力嘅。系啊，当我哋凭信心嚟到去祷告嘅时候，主啊，你话就算大山都要挪开。主啊，你话当我哋信嘅人系会有难成嘅事啊。主啊，求你打开我哋属你嘅眼睛，打开我哋嘅心。俾我哋知道你赐俾教会嗰个嘅能力系何等嘅大，主你话呢一个嘅能力就正如喺基督身上所运行嘅大能大力，叫你从死里复活嗰个嘅能力，叫你坐喺自己宝座嘅右边嗰个嘅能力，呢个能力系远超过一切执政嘅、掌权嘅、有能嘅、主治嘅、一切有名嘅，唔单止系今世，连来世都超过啦。主你所要将一切教会。
能力，佢医治嘅大能，佢释放嘅能力咧，要临到我哋当中。系我哋咧都好想特别咧嚟到去纪念到啊，我哋当中有几个喺病人当中嘅肢体，诶，其中一个咧就系阿云嘅丈夫基哥，知佢上个星期咧佢都系突然间晕倒，有45分钟咧系冇咗心跳，但系感恩咧后来佢都慢慢去清醒翻，我哋继续要为佢去祷告，而家喺 ICU 嘅里边。因為個肺咧係受到感染，係求主咧真係叫佢完全嘅甦醒過嚟啊！叫佢咧真係呢一個復活嘅生命咧流到佢嘅生命裏邊。嚟到咧，我哋真係好想為到咧阿 Kitty 姐去禱告，佢都係突然間咧上個星期暈倒，係知道咧佢個大血管咧有撕裂，後來做咗手術，咁因咧佢而家都甦醒翻，但係咧仍然有啲神志唔係完全清晰嘅。但我哋咧要呼求呢個復活嘅大能流到佢嘅生命裏邊。Thank you.
呢个系你嘅应许。主，我哋真系渴望见到神迹奇事喺当中发生。主，我哋渴望见到神迹奇事喺教会发生。我哋渴望见到神迹奇事喺我哋嘅城市发生。我哋渴望见到你嘅名被高举嘅时候，系啊，就会见到系啊，一切咁疾病咧就得着医治啊，就好似昔日你点样做医治有病嘅一样，就好似使徒行传嘅时候嘅教会点样叫一切有疾病都得着医治一样。主，我哋渴望见到呢个医治嘅产能喺我哋当中彰显啊，叫一切有病嘅、被困苦嘅都要得着医治，都要得着释放。
好，我哋一齐嚟到敬拜声，我哋啊嚟到祷告啦，系咪？
所揀選的子民嚟到向你呼求。主啊，真係求你，你仲讓我哋能夠有一樣嘅心思，一樣嘅意念，讓我哋能夠真正嘅同心合意，合而為一。主啊，真係係啊，雖然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唔一樣，但係主啊，你卻叫我哋被你嘅愛嚟到得著。主啊，叫我哋唔係去比較，亦都唔係咧當中有任何合你心意嘅事情，而係主你真係讓我哋能夠咧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能夠看見咧神你自己嘅愛喺我哋當中被彰顯。因為主，我哋真係相信合一嘅禱告真係會帶嚟大嘅能力啊！主啊，當你教會合一嘅時候，仇敵就再冇任何嘅地步，能夠咧再偷走你俾教會嘅能力同埋榮耀。所以主，我哋真係呼求你，讓我哋咧就由我哋嘅生命開始，我哋話主，我哋願意去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合而為一，我哋願意彼此相愛，我哋願意彼此成全，我哋願意彼此代求、彼此呼求、彼此嘅嚟到話主啊，我哋都係一個身體，我哋咧都係屬於你嘅。主，我哋相信呢個末後嘅世代，你要讓你嘅教會因著合而為一，而能夠彰顯你嘅榮耀。主啊，就願意真係你嚟醫治我哋，主啊幫助我哋，係啊能夠合而為一。主啊，唔單止係我哋自己教會，仲有香港每一個嘅堂會，以至到咧真係中國全地上每一個嘅真正嘅教會，主啊，讓我哋都能夠真正嘅合而為一。多謝你，主啊，今日就願意你繼續嘅嚟到教導我哋。多謝你，因為我哋相信我哋嘅敬拜，我哋禱告係你所喜悅嘅。主啊，當我哋咁樣嚟到同心敬拜禱告嘅時候，我哋真係相信喺靈裏邊你話你成就咗大事。我哋相信真係受敵好多嘅黑暗權勢已經被粉碎。我哋相信你自己嘅大能、你嘅神跡就要喺我哋當中彰顯，你嘅榮耀、你嘅愛都喺當中彰顯。多謝你，主，我哋真係願意你繼續嘅吸引我哋嚟到尋求你。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屬靈爭戰嘅時刻。